黑猩猩小庞和拍档的牛头犬詹姆斯到人类的世界挑战当小帮手，充满刺激和意外的梦幻成长故事。天才黑猩猩小庞和詹姆斯的小帮手大挑战。最近小庞对照相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，宫泽先生看到小庞这个模样，决定让小庞挑战新的任务，那就是庞君，ジェームズの写真を撮ってさ、じゃん、この本に送ってみようか。宫泽先生拿出来的是《爱犬杂志》，原来这本杂志里面有个供读者投稿爱犬照片相当受欢迎的照片专区，所以这次的任务就是小庞替詹姆斯拍照片。这次拍照的地点就在走过这一座大桥前面的这座美丽的公园，不仅有漂亮的建筑，还有油菜花田，这些美丽的景色是最适合这次任务的地点了。拍好之后再拿到附近的相片馆，请他们帮忙冲洗出来。终于要出发了，在那之前先确认照相机的功能。上手に撮れたね。大丈夫ね。それでは写真撮影に行ってきてちょうだい。对于第一次的照相挑战，小庞和詹姆斯显得干劲十足。不过，对两人放心不下的公子先生决定还是偷偷地跟在后面。脚步轻快往前走的小庞和詹姆斯，最后终于抵达拍照地点的公园了。到底小庞能不能帮詹姆斯拍出美美的照片来呢？在两个小家伙面前出现了一大片美丽的草地，这里应该能够拍到漂亮的照片吧。好，小庞先把相机的电源打开，不过按钮实在是太小了，对于小庞来说还真有点困难呢。到底能不能按到呢？小庞你好厉害哟，真的已经会用照相机了耶。小庞离开詹姆斯，准备要拍照片喽。奇怪，詹姆斯不见了。哎呦，詹姆斯不晓得什么时候已经坐到了小庞的旁边。小庞突然带着詹姆斯，到底要去哪里呢？小庞真厉害，这下子詹姆斯就不能乱跑了。好了，可以来拍喽，这可是值得纪念的第一张哦。角度不太对吧？哎呀，小庞，这样子主角不就成了垃圾桶了？接着，小庞他们来到了非常漂亮的油菜花田。小庞立刻开始了拍照任务。接着，两个小家伙来到了这座运动广场。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设施，应该可以拍到不错的照片哦。小庞首先选择的是溜滑梯。
小庞，詹姆斯没办法爬这么窄的阶梯啦。然后从溜滑梯上面，小庞拍到了这张照片。接着，然后他们又来到了天鹅船码头。小庞把詹姆斯拉到了天鹅船上。原来如此啊，他好像打算拍坐船的詹姆斯哦。小庞真是有一套哎！小庞按快门的手法也好像越来越老练喽。哎，小庞，要拍到詹姆斯才行啊！小庞好像一直没办法拍出一张满意的照片。就在这时候，没想到发生了一件意外。詹姆斯搭乘的天鹅船竟然飘离了岸边。嗯，天鹅船渐渐的越飘越远了，小庞赶紧朝着詹姆斯的天鹅船追了过去。最后，天鹅船总算飘到了另一头的岸边。詹姆斯也安全无事，可是船和岸边还是有一些距离，小庞他根本过不去。哎，小庞好像有了什么好点子哦。小庞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小庞打算用这块木板连接天鹅船和岸边。他成功的搭出桥来去拍了好几张。拍照任务就这样子圆满结束了。接着小庞就要去洗照片喽。小庞带着照相机和詹姆斯到达了相片馆。当然，宫泽先生事先已经向店家说明小庞要来洗照片的事。小庞让詹姆斯在店门口等候，好不容易推门走了进去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小庞将照相机交给了店员哥哥，请他帮忙洗照片。
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到底照片拍得如何呢？小庞抱着期待的心情将冲洗费用付给了店员哥哥。こちらをどうぞ。对，小庞非常有礼貌地向店员哥哥道谢，开心地走了出来。到底照片照得好不好呢？我们下集再看咯。